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新年好。今天我们接着给诸位做个报告。念佛往生，我能做得到吗？我们从无量寿经注解，黄念祖老居士的记注里面，揭露出善导大师一段开始，讲得非常好，简单扼要。能不能往生，就是你居不居足心愿心。如果居足心愿心，肯定往生，没有怀疑的。那这个法门最重要的就是心愿。藕益大师说得好，能不能往生，完全决定在信愿之有无，品位高下，那是幕后一个行，行就是念佛，念佛功夫的前身，功夫深的品位高，功夫差一点的品位低。如果我们不论品位，我们下下品往生也可以，那是在讲太简单了。你只要居住信愿，信什么？信西方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，记住好，信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曾经发48愿，48愿都是为度众生发的，所以我们只要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信你就有了。愿今天要来讨论，愿是什么？愿意去啊，不愿意去不行啊。极乐世界的美好、清净庄严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非常清楚。称之为极乐。确实能成道，这个世界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刹土去比较，没有一尊佛的这个世界能够超越它，能够比它更好更殊胜。我们要相信，相信要发愿，我这一生什么都不求，只求往生极乐世界。有这两条心愿就具足了。后面这个心是念佛功夫，念到一心不乱，念到功夫成片，功夫不一样，功夫成片。就决定能往生，而且品位高啊！次一点的，次到什么程度呢？只是在临终最后念了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他就走了。这是功夫差一些，
必定能往生的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，要谈的，就是愿，真正愿意往生，愿意往生，对这个世界就不能有留念。这个世界的东西，假的，一样也带不走。必须真正放下，放下就自在了。我们看善导大师的开始，第48愿里面第13愿，光明无量愿，我作佛事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觉圣诸佛，胜于日月之明，千万亿倍。再接着看下面第15愿，寿命无量愿，净严书里都说，是法身愿，以其是法身成就也。真解说得好，那日本古大德所写的，是以此而愿，无量寿，无量光。无量寿好懂，无量光比较难懂一点。光明是讲智慧，无量光就是无量智慧。所以他不迷呀，必成正觉。字句非常坚定，没有丝毫怀疑。正解说，这两愿是真报身之德。佛有三身，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界，这3000年前示现成佛，是应化身佛，住在这个世界，应该讲是100年，实际上说佛住世70年，我们中国人的说法了，一般讲的时候是79岁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要肯定佛说的，绝不能怀疑，怀疑我们的功德利益就没有了。释迦牟尼佛的报身
无量光寿啊，报身啊，应化身是众生的缘成熟了，人数并不多，佛示现在这个世界从报身起应化身应身也是由八相成道，化身没有主事70年，将近300余会，说法49年。49年是讲他开悟之后，他30岁开悟，开悟就开始讲经。岁30。是佛示现成道的寿命。那么在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报身，所以报身的寿无量，报身的智慧也无量。光代表智慧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报身，报身没有生灭，众生跟佛完全相同，佛报身现出来了，没障碍。我们凡夫报身跟佛刚才讲的同样的不见了，到哪里去了？迷惑了。被什么迷了？烦恼迷了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烦恼再多不出这三大类，我们是三大类的烦恼居住佛教我们什么？教我们把烦恼放下就成佛了。用什么方法？方法可多了，84000法门，经上常说，任何一个方法都可以帮助你放下烦恼。可是在实际用功真有难易不一样，我们晓得就是放不下了。这什么原因？佛告诉我们，无量劫来累积的习气，见思的习气，尘沙的习气，无明的习气，见思烦恼断了，证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轮回。尘沙烦恼断了，放下了，证菩萨果位。最后无明烦恼断了，也放下了，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跟释迦一样，
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八万四千法门里面，我们最适合修学的是哪个法门？这对我们来讲，关系太重要了。佛说、菩萨说、祖师大德都说，净宗法门第一法门，对我们凡夫说的。为什么？它容易，它简单。那为什么念佛的人这么多，往生的人不见得很多呢？原因是一个，烦恼没放下了，他这一生往生的机会错过了。真正勇猛精进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事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了，我只取持名念佛，抓住心愿心，这就决定往生，决定正果。好啊，所以我们这次来学习是无量寿经第五回，前面我们学过四回，这也是第五回。第五回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求往生，所以我这次我们在一起学习这第五回，目的就是寻求往生的把握。我们这一生没有空过啊，这是为我们学习的目标。所以善道大师信，今天我们讲的愿，后面还有一段，明天我们再来讨论。这一段下面念老引用真解的一段开始说得好啊，真解以此二愿，就是信愿为真报身之德。报身不生不灭，正得报身的人，我们称他为化身菩萨。华严经上所说的圆教初住到等觉，这都是如来的真报身。
报身菩萨是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。真解说得好，无量光，无量寿，为方便法身，大悲之本。说得好啊！前面两愿，无量寿，无量光，极乐世界的菩萨普遍的居住，不但居住，而且跟阿弥陀佛平等的 啊佛无量寿无量光，到那边去的时候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无量寿无量光，跟佛一样大慈大悲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以他的应化身，哪个地方众生缘成熟了，他就来接引了。啊，所以无量寿就数穷三期，过去现在未来佛身常住，众生有依靠。无量光呢，横遍十方，教化众生，得用周边，遍周摄化无尽。故为大悲方便之本，报身的真实大德，极乐世界的依报珍宝，只是阿弥陀化身之流现，故四十八愿全显化身。化身是离体，报身应身都是现象啊，所以四十八愿全显化身。此愿意味就一意思，什么意思？是阿弥陀佛自称我法藏成佛时，愿我的光明无量无边，普照十方一切净慧国土。净土是佛土，慧土里面有六道轮回。阿弥陀佛光明普照啊，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净佛国土普照啊。望西大师说，恒是十方虚空无边，故国土也无边，国土无边，故众生也无边，众生无边，佛菩萨的大悲无边，大悲无边，所以光明无边，光明无边，所以摄取也无边，以要言之，于业无边，故光无边呢。我们要向
利益无量无边的六道众生。所以我们的愿心要同佛啊，光明寿量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也是无量无边，生到极乐世界的好处啊！不到极乐世界，我们必须要凭自己的功夫证得法身，你才能够像佛一样普度众生。那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好啊，我们应当到极乐世界去，到极乐世界才能真正证得大圆满，跟诸佛如来一样，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。什么体？法身。净佛国度像释迦牟尼佛的三千大千世界，法身所现，报身不变，应化身千变万化。我们看到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，无量无边的十法界，都没有离开法身呢。法身是能现的，报身、应化身是所现，法身能现啊，报身是所现。我们在一生当中求得，决定求得，就对了。真心切愿恳切的愿望，求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，就对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明天还有一个字，行。行是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下，往生第一重要，品位高下其次，不重要。品位在下不高，你在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四十本愿加持，智慧神通变化跟阿弥陀佛平等，这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啊！问我们为什么要去，就为这个要去。谢谢大家。